人员。其实头先我哋一路都追问呢个4000米咧，因为我觉得成件事里边呢个系最即系可以反映到官商勾结嗰个地方，而我哋觉得即系呢个系我哋工党系绝对唔会接受。咁头先我听到一个讲法咧，其实我觉得就知道点样4000米点样嚟嘅，因为你哋解释咗点样嚟，其中一个嚟嘅方法咧就是咨询业界。咁我想知道係咩業界？業界係咩人呢？咁可能業界呢，因為你又唔知道邊頭先嗱，有個講法呢就話我都唔知道嗰度有啲咩嘅地產商，我都唔知嘅。但係業界呢就有嘅。咁業界係指邊個？因為我聽得好清楚話諮詢業界。咁我想問到底業界係邊個呢？係咪啲地產商呢？係咪地產建設商會呢？政府答有冇？阿胡小姐。我哋喺制定嗰、那個標準嘅時候咧，係諮詢過土地發展委員會嘅，咁裏邊咧亦都有一啲係工程界啊、專業界嘅代表啦，亦都有發展商會嘅代表。係咯，咁即係其實又係即係專業界啊，可能同你嘅業界發展商嘅代表咯。咁發展商同工程界大家都知道，即係一個係老細伙計嘅關係咁滯嘅，差唔多真係我讀工程真係好慘，我覺得真係好似做一人夥計咁樣。咁但係事實係咁啊，佢哋都要做發展商生意，咁仲唔係工商勾結？夠咗時間啦，